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紧赶慢赶，还是迟到。这车等半天了吧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，你来不来都一样。你等的就是我，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了。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。啊，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？别打岔啊，警察在旁边呢。你叫刘美萍，嗯，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，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。到底咱们谁搞错了？王明水也没秃啊。哦，他的头发还在。是这么回事，有个领导流血不止，他被接去出诊，他不忍心让你扫兴，委托我们公司派员替他赴约。我叫杨仲，是三体公司业务员，这是名片。三体公司？嗯。什么三体公司？跟卖杀虫剂似的。哎，那不写着呢吗？就是替您排忧，替您解难，替您受过的意思。弄得这么黑。我是作家，叫宝康。您没听说过？没有，真对不起。我的笔名啊叫志清。志清？哎哎。哦，您想起来了？哎呀，我还是想不起来。您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？不，我的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啊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写了一批东西，很精彩，很有分量的东西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是冷门啊，很多人看了以后啊，脑袋都嗡的一下子，傻半天哟。哎，我说这话可一点没言过其实啊，确实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这么认为。嗯，认为啊，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。哦，落了空。哎，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，我这个人对名利很淡薄，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啊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承认。哦，随便是个什么奖都可以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哪怕是一个三 T 奖？真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？不不不不，您恰到好处。你这不要脸的，你回来干嘛？接着和你那帮哥们砍去啊！哎，你别回家了，你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啊！你呀、啊，就整宿的去神砍，哎，没准能砍晕几个小姑娘，就像当年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。往哪儿一坐，屁股发沉，眼发光，哎，跟抽水马桶似的，一拉就哗哗喷水。早知道您有这特长，哎，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。外边跟八哥似的，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儿了？我改。改？改屁！除了尿炕，这辈子改什么了？不过了，我坚决不过了。结婚前还见得着面，结婚后整个成了小寡妇了。不过就不过嘛。让我跟替身谈恋爱，像真的一样。您完全不必移情，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你。我们对顾客是请示，大概这么说您更容易明白。就是我只要像王明水那样照料您一天，陪您一天。您能像他那么善解人意、温存体贴吗？要说丝毫不走样，那就该出事儿了。不过我尽量遵循人之常情吧。你们打算原来去哪儿玩？嗯，他答应过给我买皮大衣的。哎呀，我们公司这个业务还没开办呢。我说过不会一样吧？我们明水历来是慷慨大方的。别介，这不能摔。你是来气我的，你还让我受气的？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，你又要求我必须像他。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。那是你没交代清楚吗？好吧，下面该什么词了？真差劲儿，你们公司没经过良好职业培训就把你派出来了。下句是我爱我爱你。
我爱你。我虽然很想和著名作家们并排站一会儿，可是也不想因此就倾家荡产呢。红花也得绿叶扶啊！啊啊！您自个儿站台上领奖，那多寂寞呀！我们给您发奖的同时，也给一些著名的作家发发奖。哎，这样就显得咱们这个奖是那么回事儿啊！您也可以一举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。说说，咱把奖分为一二三等，这特等奖为空调，这个您自个儿得；其他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。嗯，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，我们只选最有名的。哎，这就合理多了。成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我说，哎，您来付款的时候，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当然了，哪篇获奖我们不管，这个由您自个儿定。我只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跟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对脸过。我最有名的作品啊，是发表在小说群上的《东太后传奇》，和发表在作家林上的《我要说我不能说但还是要说》。哎呀，这一定很有意思。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。好好，我不苛求你了，意思到就行了。其实我是心里对你好，嘴上不说。你呀，最好还是心里对我不好，嘴上说。现在不是提倡默默的奉献吗？你生起气来真好看。行了行了，到此为止吧，真难为你了。难为我倒没什么，只要你满意。哎，满意满意。我账付钱了吗？哦，整治我丈夫也没有这么满意。哎，以后我有事儿啊，还找你们三 T 公司。好，会玩牌吗？咱俩玩牌吧。没劲。那下象棋。更没劲。去公园划船，看电影。越说越没劲。合着你就是这些俗套。那你说干什么？干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跳楼，你也陪着？这我不陪。我要你陪干什么？你又不是女的。啊，我们不拉皮条。我说你，哎，你要是闲着没事干，你练练书法，欣赏欣赏音乐什么的。你最好去义务劳动。你玩去吧你。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就是踢足球，也许啊，这个一大帮人在这跑来跑去，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去啊，但是你还得玩命踢，因为观众在玩命的喝彩打气。人生就是跑来跑去，听别人叫好。我发现你特深沉，你平时是不是特爱思考？是，我平时特爱思考。你是不是上过大学？嗯，上过。嗯，怪不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心事重重、若有所思的。你是不是平时也特爱思考？我就特爱瞎想、瞎琢磨人。兄弟，哎，你就成全了我们。就让我扇你俩嘴巴吧！哎呀，就俩！哎，我说德哥，您说啥？您就扇我一个，也得把我扇到火葬场去，是不是？您也可怜可怜我，您看我这，我这已经是伤痕累累了。啊，行了，放。你就让我干一件想干的事儿吧。不瞒您说，长这么大，我还没做过回主呢，我说这是人民可一直在当家做主呢呀，这个别的事儿啊，咱们都好说。这件事咱们再商量商量，行不行？商量。你把我放开，你放开。你今儿敢动我一下，我跟你玩命。
都这么自私，只顾自个儿，不顾别人，什么替人解难，替人解闷儿，一触到自个儿就都不干了。我真不幸啊，我他妈活着真没劲呢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什么事儿？我真不自由啊。我说你哭什么呀？马青，你还他2毛钱挂号费，让这位爷快走。给您，拿好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您了。啊，没事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干活去。回见啊。干活，干活。这就是辩证法，挺朴素啊。我也不知是不是，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，人家打个喷嚏还能写几万字的论文当博士呢。这论文我们上学时候传阅过，这个他人家不叫喷嚏，人家这是比较粗俗的叫法，人家叫这个鼻黏膜受到刺激是吧，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嚏现象。你懂得真多。哪儿啊，还是你懂得多。你懂得多。咱别争了，您爱财我心领。我是真心诚意夸你，我觉得跟你特知音，特谈得来。别，我这人啊经不住夸。你老这么一味谦虚，我要生气了，好像我夸你是害你似的。那就算我懂得多吧。咱们干的这叫什么倒霉差事，我每天挨家挨户的让人家骂，你又差点让人给打了。就杨仲享清福啊，每天替人去约会，我要求跟他换，换工种，种田还得休耕呢。哎，咱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的吗？你太温柔，太多情，让你去办这种替人约会的业务，我不放心。可杨仲也不是太监呐，可他懂职业道德，他能跟别人胡扯上一天，仍然津津有味儿。哎，他就有这耐性了，你行吗？要是你准把这临时工给我变成个全面承包，我不能隔一天让一个丈夫打上门来一回吧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3T。啊，你杨仲啊？我不行了，坚持不住了。这妞整个一现代派。刚才我还夸你有耐心呢。不是，我已经没词儿了，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。你对付现代派我有绝招。行了，你就别乱了。你跟他说尼采。尼采我不熟，而且我也不能再砍了，他眼神都不对了。你要退？不让我退，一个劲儿抬我。那可不行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。我说我们马上就去救你，你先把话题往低级了引啊，改变形象，让他认为你很粗俗。你们就快点来，我这都懵了。过去光听说不信，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力。他冲我这过来了，我得挂电话了。我说你呀，你也别退得太硬了，你用那弗洛伊德来过渡啊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那福什么德我最拿手。哎，弗洛伊德说当儿子的都想跟自个妈结婚，对吧？跟我妈结婚的是我爸，我不可能在我爸和我妈结婚之前先和我妈结婚，错不开。我不是说你和你妈结婚，那不成体统。谁也不能跟自个妈结婚，近亲。我是说你想跟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，因为有你爸有伦理道德，你看谁都看不上，只想跟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，因为有你爸有。呀，我怎么又说回来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说说。你喝呀。
哎呦喂，这是我们经理于关，你好，这是我同事马青，他们俩在谈人生方面都是我老师。可我很少和三个人同时谈人生。这没事，你呀，主要重点跟我谈谈就行了，没谈透的地方他们俩再补充。你别跟我这么近乎，我还不了解你呢。你两位喝点什么？什么最便宜？那只有啤酒了。那就喝啤酒了。哎，你们就在这儿泡一上午，也没出去看场电影？看了，《奥比多斯驴在行动》。外国片？哪儿啊，国产片。谁知道现在国产片怎么起洋名呢？我也觉得特空虚，结婚特没劲，找来找去不是找着自己爹就是自己妈，哪像人家外国呀，谁跟谁都能睡觉，人家也方便，都有房子。你自个儿有房子吗？家里老有人吧？我就特佩服人家外国女的，睡完就完，而且无论怎么睡也不拧个男的胳膊，在商店买这买那。杨正，咱们走吧。走走啊，甭老拉着我们哥们儿，你已经被我接管了，杨仲一会儿还有别的约会呢。是吗，杨仲？身不由己啊。你就踏踏实实坐这儿跟我聊吧，我想跟你说的心里话还多着呢。你没正经的，要不你请我吃饭吧，我饿了。要是咱俩单独约会，我肯定请你吃饭，现在我是办公，请你吃饭得请示我们经理。哎，经理，我招待咱们每平吃顿便饭行吗？行啊，自个儿掏腰包。回我。要不这样，我请你玩碰碰车，那也贵着呢，不过特好玩，玩完就不饿了。不去，我见车就晕。哎，去吧，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，特刺激。前面汽车里，我好像听见一声。走吧走吧，管他谁呢，走。余光，喊你都听不见了。碰上你了，真是少见啊。干嘛呢？你们去哪儿？我们找地儿吃饭去。哦，这是我朋友杨仲。你好。这是马青。你好。这是林培，歌剧舞剧院的演员。好职业啊。别晃了，在街上找饭馆了，到我家去一起坐吧，我们也没吃呢。你这要是别跟老百姓跟这儿站着呀，坐几路啊？换地铁。你们下午没事了吧？没事。哦，本来我们打算下午去联系一下剧场的。干嘛用？我们准备给中国作家颁回奖，鼓励鼓励他们。又胡扯。哎，这回可不是胡扯，这是我们公司承办的一项业务。哎，你有办法吗？国际展览中心怎么样？他们正在搭台子，准备搞一个时装表演。我跟他们的美工熟，可以少收点钱。真的？嗯。哎，哥们儿，听见了吧？听见，听见。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同志啊，我妈妈是革命有功的人呐、啊，《挺进报》当年就是我妈妈印的呀。喏，现在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三个月了，只有存化肥口袋。你忍心吗？谁听着谁忍心？何况我们做儿女的，那是咱们大家的妈妈。是是是，那是咱们大家的妈。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们这两天有大活动，抽不出人来。您回去，给咱妈再穿两天化肥口袋。还穿两天？等我们一忙完，立刻派人去。就穿两天啊。喂。我只有请你们帮帮忙了。你说吧。哎，明早我到晚报表扬你们。时装模特不愿意来，嫌钱太少。哎，我说，你可不能把咱妈抬这儿来啊！啊，那就找话剧团和歌舞团。不会，他们不会嫌少的。反正现在话剧也不景气，这也算多种经营。哎，我说怎么回事这是？哎，又停电了，怎么着？满天下找不着花？这不可能吧？
你怎么就不知道去找两个旧花圈给他拆了用呢？那作家他也不知道那画给谁献过呀。你就告诉他，那是全市的女青年一朵朵扎的。看着，哎，请，哎，请，欢迎欢迎，哎，请请，拉到后台，拉到后台，门口那个师傅，你听见了吗？就说你呢，嗨，你装什么傻呀你？把东西拉后台，你没听见呢？哎，哥们儿，哎，今儿有舞会吗？哎，有有，那请柬上不都写着呢吗？我们可经常上当，说有舞会把我们诓来了，结果开了半天会什么都没有，把我们轰出来了。这回您放心，不但有，还是一水的的士口。哼，会前有时装表演吗？很精彩的时装表演。舞会有免费饮料吗？有，不过许吃不许带。那还算值。哥们儿，走。有什么办法？凡是有人群的地方，他就有左中右，有胳膊俗人还是允许的嘛。哎，你说过会儿我发言，不能过多的谈自个儿吧？那样是不是显得有点太自满了？花插着吧，谈自个儿的同时，也谈谈人民的哺育、组织的关心、社会的温暖等等各种伸出来的手。哎，同志啊，哎，今晚有什么精彩的没有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不过可以透露一点，节目相当粗俗。哎呦，哥们儿就喜欢俗的。好，那就行。哎呦呦呦，居然来了！你不说你不来的吗？想想还是来了，看看你们到底在忙什么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马青呢？他在后台卸奖品呢。是吗？里边看看去。哎，哎，你盯着点啊。哎，忙你的。怎么样？你们挺会搞的，搞得挺隆重的。还行吧，挺好的。嗯。
着这个，啊，这是腌咸菜的坛子，这哪是奖杯呀？你看他这，别火了，玉官，这坛子沉着呢。您不给钱就想弄奖品，弄来这坛子蛮不错了。你没看现在好多发奖大会都兴发坛子？我总不能不动声色给著名作家们每人发一个咸菜坛子，人家非急了不可呀。不够意思，要不再等会儿？等什么等？咱还不惯那毛病呢。没有烤外羊，照样涮锅子。通知灯光准备，咱只好挂彩带。哎哎哎，你们两个，你，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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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马青，俺第二套方案给大伙发条子。这个全都是名人名言，啊，哎，给，记住，待会儿大灯一照您，您就扬脖来洒了，要洪亮，要自信，就跟这话全是您自个儿想出来的一样。别笑，都绷着点，没人认识你们，啊。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晚发奖大会的各位贵宾。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伙子是著名的青年作家，他的名字叫寿竹。我生下来就已经死了。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是著名的诗坛新秀，她的名字叫秋风。草地上草地上开满鲜花，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。下面出场的这位是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，他塑造了很多感人的角色，而且还酷爱文学，写了很多的朦胧诗，他的名字叫柳絮。人们说我的这边是长江，人们又说我的这边是黄河。
作家梦蝶长得特像你。你能知道像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嗨，不会的，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，就当我们介绍时候弄错了。你说这还能不让人犯错误？去吧去吧去去。走走走。下面我将要介绍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女作家梦蝶。下面我宣布三 T 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。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，请三 T 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杨仲同志讲话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，很好，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议程，请领导同志讲话。临时把我请来，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，客气话就不说了，应该祝贺你们三 T 公司做了件好事。发奖开始，奏乐。我还没发言呢，我不干。我花了钱我教书，发完奖给你时间说啊。哎，奏乐。来看耍猴的，倒让你们当号给耍了。当时我想到了我妈，想到了我的童年，想到了我们村边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字那吱吱呀呀。那吱吱呀呀的声音，我还想到了我们街道大妈，想到了我们那片官片民警，他们都对我是那么好，从不把我当坏人。我要不干出点名堂，我对不起，我对得起谁？我一头撞死得了。由此我发问，老子还不信了。
这失足青年讲的真棒啊。我这身子骨拉你们五个，我容易吗？我不是，冲你今儿弄着坛子，蹬吧你，给你一赎罪的机会。和你们在一起啊，是真快活，哎，什么都不在乎，活着是真舒心。无赖，你要是无赖了，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。不对，这无赖的准确意义啊，应该说是、啊、无所依赖。哎，你写的那些诗啊，我可都看过，我特喜欢。我才没写什么诗呢，我也不是什么诗人。你呀、啊，你被他们骗了。啊，我是临时被抓来冒名顶替的。真的？啊，太有意思了。哎，那你也不是梦蝶了吧？不是。是吗？像梦蝶。就是你。我说呢，刚才我在台上还纳闷呢，梦蝶怎么变模样了，我记错了。别搂姐。哎，这可不怪我们啊，这是余官干的好事，要算账找他算去。没关系，一点都没关系，不过我一点都没看出你是假的。是你的风度很好，很有诗人的气质。你们这哥几个里边就属杨仲风度最好，比较深沉。你骂谁呢？你我知道我傻。快点，前面都到我们家了。使劲使劲。哎，前面就是。哎，快，别见死不救啊。余官，后边啊，推吧推吧。哎呦，走走。哎，走。看车看车看车。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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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前面。哎，上一个上上上上着走着。哎，你喝什么呀？急死谁？你余官，今儿还算成功吧？成功成功。这活要是多来几次啊，咱们就能周转了啊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宝康年年都来这么一回奖啊。啊，瞅宝康牙那操性，牙识字吗？我都怀疑。起那么早干嘛？我今天得上班去，不能老不去啊。你想吃点东西吗？厨房里有牛奶。不吃。早饭吃不吃无所谓，不吃。你这样生活太没规律了，对身体没有好处。我也不打算活一百岁，管他好不好。余官。啊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我知道你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就这样吧，尽管来。
你们好好琢磨琢磨，万人大餐厅啊，那得多壮观呀、啊！一旦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，那什么劲头啊？甭老觉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，我反正豁出去了，工作都辞了，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这事儿办成。当初修长城怎么着来着？都知道劳民伤财吧？现在呢，长城成中国人脸蛋了，要干就得干那流芳千古的事儿。余官，哎，等你呢。什么事儿？中午别回公司了，有饭局。谁的饭局啊？哎，宝康的。宝康？嗯。他怎么想起来这份仔啊？他给丁小鲁打电话，让叫上林培，明细吧。哦。不吃白不吃。砍什么呢？这老师正砍万人大餐厅呢。万人大餐厅？又是故事。这可不是故事，已经谈得差不多了。花旗银行答应贷款，年期6%，就等中国银行担保了。这不可能吧？你当这是中国人拿钱给越南打美国佬呢？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那么低的。不定谁蒙谁呢。就是，再说了，你这万人大餐厅，中国人吃不起啊，你能骗那么多老外吗？啊，哎，就打你是一天两餐，一餐一巡，这每年也得700多万吧？嗯，那得雇多少八国联军呢？你对目前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。无产阶级队伍人没少，这资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。这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嘛呀？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？你看人外国人的肚子。办不了。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。哎，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们家有一远亲，原来在中国银行一副行长家当过阿姨。没错，你要想拐他们家孩子，我能跟他说说。这什么话呀？办不成没关系，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办的这件事儿，办成了锦上添花，办不成也早在我意料当中。总之，我对前途永远充满了信心。现在这事儿啊，还就得这样。哎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先走一步。走了？别走啊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吃吧。得谢了，我已经过了那为一顿饭什么都能不干的岁数喽。拜拜了哥几个，慢走啊。这位也是一空手道。这是我的老师赵耀顺，著名的德育教授。坐坐坐，大家都坐。哎，大家宝康早就跟我说起你们，林培这儿很想结识你们，所以就来了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哎，夫人。哎，赵老师啊，最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了。是啊是啊，今天的年轻人呢、啊、跟我们年轻那时候大不一样了，很多心态想法都需要重新认识。哎，焦点焦点，我就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，关键是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。对对对，赵老师啊，对年轻人的事业也非常支持。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，只是饮食男女。哎，不能这么说呀，年轻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呢、啊、赵老师，您别光夸他呀，是不是也夸我几句啊？都不错，你也不错，今天在座的都是很可爱的青年。哎哎哎，丁小鲁怎么还不来啊？你告诉他在这吃饭了吗？我告诉他了，他说他不一定来啊。那是不是就不等了？我是不是先说两句？有什么可说的，甭玩那虚的，咱就各吃各。吃吃吃着吃着。那好，大家随意，大家随意啊！哎，看什么？你是哪儿的？也是三体公司的。我就是一傻波一，你甭为我费心。年轻人是、啊、总是过低估计自己呀、啊。
你们平常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？我们什么也不干，看看武打录像，玩玩牌，要不然就是睡觉。找些书看看吧，书是消除烦恼、解除寂寞、百事不爽的灵丹妙药啊。我们没什么烦恼，从来不看书，也就不烦恼了。烦恼太多不是好事儿，可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好吧，那不成了白痴了吗？不看书就多交几个朋友，不要老局限在你们那个小圈子里头，有的时候啊，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呐。哎，宝康呢？跟马青他们认识有多久？没多久，跟认识你的时间差不多。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。你千万别和他们搅和在一起，到最后啊，什么都没学着，反而把自己给耽误了。我没跟他们搅和在一起，我呀，不过是没事跟他们凑凑热闹。哎，你也别不承认，我这可不是要责怪你，我只觉得呀，像你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一定要能够自己把握住自己。你漂亮单纯，肯定啊有很多人围着你转，就这样太容易就滑下去了。我这可是一番诚意才对你说这些话的，真的，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像有的女孩子似的最后落到这样的下场，满身疮痍无期归所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就知道跟在别人屁股后边，人家愁你也愁，人家乐你也乐，把时间花费在吃穿打扮上，任青春落花流水而去，心不在焉。那我干什么呀？你愿意不愿意学着写小说？写小说啊？那我行吗？你肯定行，我教你，慢慢来。真的？真的。把我忘了吧？哪能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在这儿工作呀？可不在这儿吗？你买手绢吗？不买，谢谢。你好吗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们那小马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？他好吗？都好。你还和那个什么，人在谈恋爱吗？我们都快结婚了。那可真好。我们也常念叨你。还说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呢？啊！我觉得跟你们在一块特愉快。哎，我说杨忠，那妞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我也没想起来。同学们，哎，余光，余光，快来看！青年交流来了。接近他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了解他们，摸清他们的思想。啊？看什么呢？别着急。马上就出来，刚才还露了一面呢。我们也没什么干，你等会儿啊。就是看看武打录像片，玩玩牌什么的，要不就睡觉。我劝他们说，找些书看，应该多看看。这不是前两天宝康带来那姓赵的吗？开拓视野，解除烦恼。哼，这是一砍主，比咱们强，砍大学里去了。他好像说咱们呢，要多交些朋友，不要老局限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头。你们猜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朋友无非两种，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。我本来呀不愿意当了同学们的，可今天讲出来就是为了使大家能了解到这些人的思想已经堕落到
他刚才说咱什么？好像是说失足青年。我那天就看出那不是个东西。喂，是我，小鲁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。哎呦，我可有日子没听见什么好消息喽。叶大要招生了，有个专业挺合适你的。喂，喂，我说，咱俩分开算了。真的，分开吧，啊，小鲁。喂，你还有事儿吗？我这顾客多，可忙得很呢。下午在老地方等我。这儿蹦的，说你的听见没有？说我呢？你有毛病啊啊！对，今儿早上我刚从安定医院跑出来，医生追了我700多里地。以后像这样的人过马路都得有人领着，啊！行了，带回去吧。哎，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舅舅。真是的，走吧。再见啊。有病。你怎么说是舅舅不说是外甥呢？你真的陪我到精神病院去吧，我想检查检查。我到了那儿可太棒了，我再也不用折腾了。除了听见摇铃就去吃饭以外，整天可以汗不拉几摸着肚皮晒太阳。累死了，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熬到不丁了再去睡啊，内裤一定要宽松，买俩铁球转着，天亮就起，跑上10里20里的啊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啊，那种感觉刚一出现呀，就去想鳄鱼刘英俊啊，实在是不丁了，不由自主了，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，守得住光荣，守不住也光荣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派人去打那个不让你调走领导的儿子，那不体面，不像话。我建议你啊，再去找你们领导好好谈谈，到他们家去，耐心的谈，和颜悦色的谈，你可千万别拎点点心匣子什么的，那太俗气也不一定管事儿。你呀，就带着铺盖卷去，就像回自个儿家一样，吃饭跟着吃，睡觉跟着睡，就像那戏词里说的一样，就在这沙家浜扎下去了。这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你还是到交通队去一趟，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，别自尊心那么强，就当你还小，你爸骂你一顿，替人家想想，马路上一天天站着。除了电线杆子，没第三个倒霉的了。钱也不多挣，是不是？再不得词儿，让人家训训你，也太不人道了。
他训够你，自然就把自行车还给你了。毕竟是维持秩序，不是倒车团伙嘛。实事求是的讲，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。过去您没觉得肉贵啊，那是压根儿您不怎么吃肉，隔两毛钱肥膘全家就包饺子了，对不对？要是猪肉价钱还是头几年那个价，那么国家就是把全国都变成大猪圈也不够像您这样全家狠吃的了。您瞅着您媳妇就晕呢。哎呦，那就吃点药吧，是不是？六味地黄，金匮肾气，什么南宝啊，抵挡一阵儿。再不这样，晚上熬粥的时候给你媳妇碗里放点安眠药，让她吃饱了就犯困，看唐老鸭也睁不开眼，不洗脚就想上床，没心思干别的，最多晚上睡觉打打呼噜，那也不至于危及您下半身的健康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虐待你妈了？你妈憋不住了拉裤子，怎么是我们害的？根本我们就不认识你这个妈。你怎么这么讲话呀？怎么讲话？我说好了两天到我家里去接她，高兴下班就去的。你怎么不守信用的？闭嘴！闭嘴就闭嘴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不看你是知识分子，今天我让你从这爬。不许顾客争吵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他答应我们的。哎，我说，同志，我跟你讲，他不让你这样，这人他可不讲理的呀。您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事怨我。这事怨我。您说的对啊，您说的对。您妈呀，就是我们大家的妈。就是啊。我们立刻安排，马上派人上医院去啊。您回去。你听听，您先回去。你听听，你什么样子啊？我要写信给我报，批评你。好了，您别生气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别吵了，这顾客就是咱们上帝，他总有理。我想行了，行了。您先回去啊，我们重点教育，重点教育。什么意思？哎，行，闭嘴。好了，您回去。我怎么总也写不好啊？笔一落到纸上，脑袋嗡一下就空了。哎，写作有什么窍门吗？得舍得自己。这，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儿，他说不大清楚。嗯。哦。嗯，这税怎么这么高？税务局说咱们这是特种经营税。对，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嘛。对，您说的对，爱情跟婚姻是两码事啊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对，您接着说啊。哦，我看我还是简单点说吧。嗯，我够了，不想再自欺欺人了。嗯，我跟他吹了啊，真，我吹了。这边的。啊，您刚才说。您跟谁吹了？当然是那个想跟我结婚的姑娘了。哦，坐。好，没什么了不起，谈一阵又吹了，那又吹了。是没什么了不起，吹就吹吧。可我还没告诉她呢，我不想伤害她，至少不想亲自伤害她。我交给我们办吧，我们会给你编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儿。太感谢了，你们多陪陪他，等他情绪稳下来再撒手。你不知道他多爱我，要是听到我不跟他好的消息，那无疑是晴天霹雳啊，搞不好会出人命的。顺便问一句啊，因为这跟我们接触客户的时候掌握分寸有关。哦，你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？有没有横的关系？我不能骗你，我不能说没有啊。希望没和您的道德观冲突。其实她真是个好姑娘啊。就这样吧，你把她的姓名还有住址都告诉我吧。你们见过他？实际上我有一次约会没空，就是拜托贵公司代劳的，他叫刘美平，卖手绢的。等等，你该不是那个什么屁眼保养方面的行家吧？我对您这种措辞很遗憾。真呀。
正，身份证，特赦进上庇护场。哎，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，这话对吗？对啊，都这么说。别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。没错，这是说上讲的。如果为了别人的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，我们也应该在所不辞。在所不辞。真这么想的？真的，我从小就发誓，无论让我去做刘胡兰还是花木兰，我都义无反顾。哎，要是比他们二位逊色点的呢？那也干。好，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，一个人需要你，需要你给他幸福。谁？他要买手绢？不，不是买手绢。我当然知道你的服务态度一向很好，待客如亲人，这回不是买手绢，是别的。你说的是？没错，我说的是那个王明水。他委托我让我告诉你，他不想再见你了，也希望你别再去找他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的姑奶奶，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啊。能办到吗？最好我不去他家，行了吧？别激动，这不算什么。我没激动，我知道这不算什么，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。我要走了，我还有事儿，请让开。你听我，请让开。不在，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你是谁啊？问那么多干嘛？你知道我是谁？告诉我他去哪儿了。去你妈的！我有点卑鄙是吗？男人都卑鄙。我不是出于好心、同情、怜悯等等，我只是在尽职责。我也没怪罪你，这也没你的责任。我倒是诚心诚意想使你好过一点。有点痛苦吗？怎么会不呢？啊，是啊，
别痛苦。你说的倒轻巧。事儿也没落到你身上。那就痛苦一会儿，不过时间别太长，一小时够了吧？不够。一个半小时，一小时四十五分钟，一场电影的时间总该够了吧？人家心里难受，你还说笑话，真不称职。你应该安慰我。啊，对对，嗯，那就再喝点酸奶。你一难受就喜欢吃东西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？不这样又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去死啊。好，好好活着，气气他们。刚才谁接我电话了？就是敢骂人，他娘的！怎么回事？您老别动气，有什么事儿您进来坐下，慢慢说。您坐这儿。别来这一套，骂人站出来，说说为什么骂人。啊，他刚出去。接您电话的人啊，刚走。您要办什么事儿，我们俩给您办得了。出去了。啊，去去去，没事没事，干活去。走走走。我听声音就像你。怎么会是我呀？我刚进来。的确不是他，他刚来，一会儿那人回来，我们批评他。您坐着。你快点，他上哪儿去了？把他找来。于经理他出去了，有事儿，您跟我们说。跟你们说，好。就让你们说说，他这一阵子都搞些个什么鬼名堂，是不是又让公安局给盯上了，吓得连家都不敢回。于经理他没有，挺好，也没人盯他，倒是常听人夸他，说他净办人事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们都相互包庇，你们是一伙的，对不对？转过来给我看看。哼，我早就听人家传你们这个荒唐公司的事儿，笑话，要你们为人家解难，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？旅馆回来叫他马上回来见我。你是哪庙的和尚啊？我算老子。这梨还可以吗？我想吃香蕉。哎，来，待会儿到前面我再给你买。看什么呢？啊，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别回头。哎，那不是余官吗？哎，你别叫他，我不想让他看到咱们，还得打招呼，我烦他。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和他们在一块吗？哎，我那是恭维他，反正我现在不想理他，理他也没用。哎，余官你回来了，赶紧回家，你们老爷子刚才来了，马青跟他干了一架。余官，你爸怎么那操性呢？跟豹子似的，逮谁咬谁。哎，进来。你好，马青。哟，美平来了。你好，杨仲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杨仲，来帮愣着。哎，倒点水。坐着，坐着，坐坐坐。他挺大的眼睛，他就没个眼力劲儿。我不渴。随便喝点，我们仨都瘦，不喝茶，就是这个白开水啊。哎，谢谢。
你干嘛那么客气啊？到这儿就算到家了，这屋里都是你男朋友。余冠啊，今儿我算认识你爸了。哎，我说回家回家回家，你爸可能有事找你。甭理他，他就那狗脾气，奔七十的人了，更年期还没完呢，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无非是闲得慌，嘴痒，诚心起腻，找我逗的咳嗽。回去一趟，要不然你爸不定说我们怎么黑着你呢。哟，美萍，这是怎么了？哭了？别介啊，马青，准又是你胡说八道惹人家了吧？我没哭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他没说什么，我只是忽然自己有点心酸了。马青，快去买酸奶。吵什么？现在老子给你丢人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您给我长脸了。现在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。我现在算明白了，您为什么天天练拿大点。坐下，我要跟你谈谈。怎么着，今儿个麻将桌人不齐啊？严肃点啊。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。你每天都干些什么？吃喝说话睡觉，跟您一样，偶尔我还拿那大顶。不许你用无赖腔调跟老子说话。我很为你担心呢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一天天的晃荡，你也该想想将来了，该想想怎么更好的为人民多做些个有益的事情。你笑什么？你难道我说的不对？我没说您不对，我在笑我自个儿呢。没说不对，我从你的眼睛里头就能够看出来。哎，我真把你没办法，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？哎呦，那您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呀？我非得说我自个儿是一个混蛋，是一寄生虫。我怎么就那么不顺您的眼呢？我没杀人，没放火，我没上大街上游行去。您说我乖乖的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哈哈，非得绑一块儿，啊，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，这才算好孩子呢。累不累？我不就庸俗了点吗？行了行了，老爷子，您让我尽尽孝心，我给您做顿饭去，啊！我说，您怎么就一点也不帮我干干呢？你没看我忙得很，刚坐下来，你又让我安静点。对对对，没活您也不忙，一有活您马上开始忙。哎呀，您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呀？啊！我记得您也是苦出身。从小讨饭让地主狗咬啊，怎么着，好久没掀个裤腿让别人瞧瞧伤疤了吧？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我好吃懒做，哎，怎么把那胃这么壮啊？那是人民养育的，人民把钱发给您就是让您培养革命的后代。嘿，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拔尿的？嘿嘿，没词儿了吧？哟，你看这有戏吗？过年吗？赵老师您好。您好。哎，赵老师您好。您好。赵老师您好。您好您好。瞧得出来
那妞您是看上了？嗨，马青啊，去给办一下吧。好说。哎哎，给办吧。小马，别胡闹啊，我可没这意思，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勾当。张老师，您别羞涩，我看出您其实心里特想。嗨，甭管了，你甭管了。哎哎，这是哎哎哎，大姐，去扁湖胡同咋个走呢？扁湖胡同有这个胡同吗？嗯呢，才后面那位老师还说有呢，您就瞧好吧。只记得胡同口有个啥包子铺。啊，那你往前走，前面过了红绿灯的第二个路口有个包子铺，不过我记不清那是不是扁湖胡同了，到那儿你再去打听。谢谢。哎呀妈呀，熟度这家人真好。老赵，明儿下午5点，长征饭店门口，不见不散。嗨，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？这么快就搭上了，真有你的。我说我们这儿有位赵老师，想跟您认识认识。嗨，赵尧舜，赵老师，全国都有名啊。那是，人家小姑娘说赵老师，我知道他呀。嗯，他在哪儿？人家立刻就要见你。嗨，我说赵老师哪能想见就见？人家特忙，又要接见中央首长，又要写文章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们得约一下。人家姑娘特大方，约就约吧，什么地方好我也不知道。我就跟他说，赵老师明儿下午在长征饭店有个活动，你们就那儿见吧。嗨啊，这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。就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拿德育教授开心了啊。赵老师您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跟您瞎逗呢。没关系，我也是活了这么多年了，还听不出他话的真假。走吧。哎，走。老赵，说真的，您这辈子肥水流没流过外人田？嗯，没有。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呢，其实你们不了解，看上去有名望有地位，令人羡慕，实际上很受束缚，自己就把自己束缚住了。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，可以无所顾忌。我们年轻那时候都很拘谨，谈恋爱都想组织汇报。是啊，我那个老婆就。不说这些了，说这没意思。我们这代人个人生活都是悲剧。哎，小鱼，小马。哦，哎，今儿个算倒了霉了。怎么着，忙了？不忙不忙，我正要找你们呢。啊，哎，跟他们这儿的太平间也有业务。不，我们陪床来伺候一个瘫痪老太太。啊啊啊！哎，您忙吧，您吧，那儿味儿大，留神熏着呢。就是您，哎呀，你当我是谁呀？我也是苦畜生。站住！我们来换你来了。嗯，别进去，老太太刚睡。尿布我换了，这怎么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啊？儿子来过吗？儿子没来，孙子来了。无畏，我说你们无畏啊，因为你们的付出是廉价的，这和你们本身具有的价值不相称，实际上是对青年才华的浪费嘛。当然，这除了你们本身的局限，社会也有责任。哎，这不公平，社会应该为你们创造更好的条件。我要大声疾呼，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。我已经不是青年了，但我仍爱激动。这些天我一想到你们就睡不着觉。您说我们很痛苦？太明显不过了，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到。要是我们并不痛苦呢？这不符合逻辑，你们干嘛不痛苦？应该痛苦，痛苦才有救呢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不痛苦，那只能让我感到可悲，那只能说明你们麻木不仁到了何种程度了。这不是诞生，而是沉沦。你们应该
哭你们自己。你们怎么住在这里，不去伺候妈妈？ No， 我出钞票，不是请你们来住在这里休养的呀。咱妈刚才拉了坨金子，我们正盘算着怎么分呢。你妈刚睡着，我们在这儿歇会儿啊。我妈妈过80岁就从来没睡着过觉的，突然。我知道老太太不是你们三个人抬着扔出去的，这一点法医已经做出鉴定，无搏斗痕迹，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事实，人是在你们照看下死的，你们有失察之过。死者亲属已经向法院起诉，要求你们赔偿经济损失，法院也已受理这一民事纠纷案。第二件事是作家志清同志起诉你们利用组织发奖诈骗非法牟利，此案法院也已受理。志清是谁？宝康，我早看出那不是个东西。鉴于三 T 公司问题成堆，接到党组决定，以三 T 公司自即日起停业整顿。二，有关医院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，可参照有关规定，从优发给。都听清了吧？听清了就执行。哦，从今天起，他们就在你们这里吃饭。好，我回去了。说吧，你们都想吃什么？绞肉、羊肉串、面包。废话，要吃最好的。你带他们去吃。甭管我，我也不去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上大街去吃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回来我全报销。先拿钞票，我们没有钱。不够不够，我们这么多人呢。哎，少来，拿点。你们这么对付我们可不成啊，外面不是吃一顿两顿，哎，要想办法弄些整钞票来啊。我要打人，我真他妈想打人。我要不是提醒我自己，你打伤人得进公安局付医药费，特别碰上岁数大的，你得养活他一辈子，就像我多出一爹了，非抽他们丫子。别介，咱仨事儿还少啊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打。余冠，我一定得打。你听我说，你甭劝我。要不然咱们三个打。咱本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出去找个什么茬，让人家惹着咱们，咱们揍他一顿。哎，这就合理多了。哎，那就走吧。走着。二十七八，曾没想过去。
上的广告时间越来越多，就像你难以把握那黄金时刻，想要做的事情让你无法去做，他妈不想做的事情他却啰里啰嗦呀。敢惹你们都不容易，就说我们电影厂吧也难，拍什么都哎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啊，拍什么都不挣钱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还是那些观众，前二年还挺深沉，这二年全疯了，耗不准卖了，喝吧喝喝喝，这不是我们现在这戏农村养鸡的事儿，哎，女主角啊脱了一半不成，嗨，还得玩车技，大创活人，嘿，创仨，那多好玩啊，好玩，创谁呀、啊、找谁谁不干，这两天导演让我找替身演员，有啊，夯港神风战死队，无关港籍的起降请得起吗？够黑的啊，黑是真撞还是假撞？当然是假撞，还能真撞死人，不过也不能踢假喽，起码得骗过观众去。哎呀，您今儿个运气可忒好了，我们公司啊正准备开展这项业务呢。哦哦，于经理，哈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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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仨可够瘦的。哎，不怕瘦不怕瘦，瘦了结实，再说也不真撞，到时候啊车就开慢了啊，咣，人呐就从挡风玻璃里头撞进去，玻璃是假的，糖化玻璃是糖厂赞助的，那捡起来就能吃，哎，不伤人，再说呢，哎，这屉也不薄啊，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了啊。答应你去考试吧，你要是再受几年的系统教育，我觉得一定会搞出名堂来的。我知道你想让我变成那种搞事业的人，那种穿着讲究，举止不凡，谈吐文雅，最好还戴个眼镜什么的，可是我不喜欢。你就是没有监视的地方，让女人靠上疲倦的头。我倒是希望在一个女人的温存里休息她一辈子，我除了头不疲倦哪儿都不行了。可是女人更疲倦，你的生活态度是向下的。哦，我看起来是在轻飘飘慢吞吞的下坠，哈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我灵魂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得到了升华。分手吧，早晚的事。小鲁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我感到自豪的。我现在已经够自豪的了。哎，进来我酒店了。啊，不是，退伍的就再来一次啊，车要开的更朝前一点再来啊，看着啊，辛苦了啊。哎，这怎么样，这最后一点，好，行了，你跟那个演员说一下，大概位置就在这边，一会儿准备让他试一下，好了哈。灯光高点啊，好的，美工，哥们儿来吧。小张，你头那灯是不是要烧啊，那灯啊，走走这儿啊，那灯还有半只撤掉。你一会儿注意一下啊，等撞车的时候把那血的效果做出来，滋满玻璃都是啊。嗯，这哎，红包早准备好了啊，拿出来啊，你可别唬我们，我们公司欠一屁股债呢。嗨，
我们这么大的电影制片厂，能说话不算数啊？拍完了一总算啊？哎，于经理，试试吧，不伤人。用着。你是在这路过，猛地和他撞上，哭嚓就折进去，把弹簧玻璃撞碎了，明白不？那边人躲开，快点！哎，对了，这杆就好啊！哎，赶快换那弹簧玻璃，快点换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哎，没事吧，余哥？啊，没事，你们俩放心吧。来来来，哎，换服装，换服装。空总，来来，我来。哎，你靠边，我要来。好，跟他是干聊。你得注意一下焦点，小米，上去把都让你整虚了啊！坏，天太热，弹簧玻璃都化了。嗯，咱这还没备用呢，咱把这要拍了。让他们装真的。那好，更精彩。出事怎么整啊？嗨，他们不陪我姐，咱们让他们干。哎，出不了事儿，车开慢点，撞上就得。中国人拍电影，您就将就点吧。导演，别。哎，那就这么地吧。导演，干吧。啊，嗯啊。准备了啊，实拍，实拍。哪儿糖化玻璃？这真的？过来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蒙人呢你？你玩命吗？这不是？哎呦，哥几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天热，糖化玻璃化了，我没来得及。不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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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回去，等一下，壮壮啊，得加钱，多少钱？少要点，哎，一万吧。不行，五万港几，那也不能干，这不玩命吗？这真多点撞会啊？要撞就撞真的。咱得对得起中国观众，哎啊，怎么事儿啊？导演，他们要一万块钱，一万，不撞怎么挣钱还债？这啥三 T 公司啊？预算早他妈超了，不拍了，不拍了，拉倒吧。还排忧呢？真臭啊！你走走走走，又出来了。今儿那可不有啊！你真是，我逗你我。哎，行，你呢？走，啊，哥呢？嗯、说来。拿着，大的不要不要。那大，放出。出啊！嚯，哼，好。哎呀，余冠，咱们屁事公司还办不办了？办，干嘛不办呢？哎，以后电影厂方面的业务我全包了啊，也算我一股。你包，你还不把我们仨全包死啊？是是是，出牌出牌，哎，别老提那事儿啊。我说行了，咱不能叫汽车公司，咱得起个响点的名儿。哎，你说那个憨港神风敢死队，哎，行，都是智慧呀、啊。哟，耶，别，你说出来、哎，想不想不在名上，干脆把三字去掉，就叫 T 公司。明儿我就去办理手续。哎，这朱叔，太棒了！哎呦，帽下来，哎，大帽，嘿，抬了帽，戴了帽，我这没说话呢。听懂北京地区天气预报。谈。明天上午晴转多云，风向南转北，风力。天下午多云转晴，风向北转南，风力3至4级。
靠电影明星的经验了。